资深华裔影星吴汉章终于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有了自己的星星。这位93岁的老牌演员，在他68年的演艺生涯中，参与了超过700部作品。他对电影卓越的贡献，因此获得此项殊荣。在新片《妈的多重宇宙》中，与吴汉章合作的女星杰梅里·寇蒂斯以及亚裔影星金大贤都到场祝贺，盛赞她是一位电影界的传奇人物。It's all one extreme from the heavy road down to the comedy. I'm very proud of that. That I've done everything. And now, I don't know. Should I ride off in the sunset? What do you think? Not yet. 目前亚太裔演员在星光大道上获得星星的比率占总数不到1%。吴汉章在5月亚太裔传统月之际受到表扬，也是对美国亚太裔演员的一种鼓励与肯定。东森新闻团队在好莱坞的采访报道。